苗，周玉蔻怒轰陈时中太软弱，是个懦夫。而且呢，他说都是因为陈时中纵容柯文哲胡搞瞎搞，整我们台北人。来去听民众的意见。Coco 爱打尽量打。对啊，周玉蔻他就尽量打嘛，去找啊。高端剩300万剂，没人要了。Coco 姐爱打尽量打，对不对？觉得他只是为骂而骂，他又不是真的想打，我才不相信他真的打高端嘞。可以啊，他可以打，尽量打，好，尽量打没关系。对，我想看他打，嗯，因为他爱打就让他打，我们是不打，因为那个安慰剂，我觉得打没有什么意思啊。我不打高端的，为什么？他那根本还没临床都没做好，搞什么？我没有打算打高端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大多数人应该不太会选高端为第一优先，那我觉得高端哦，对，我就大家也可以尽量去考打高端了，我是蛮就是选择打莫德纳，对对对对对。中央决定跟柯文哲，怪他干嘛？都是中央在发的，为什么要怪台北市长？这一个扣扣跟阿中不是一伙的吗？演这一出只是想骂柯P吧？疫苗应该也不是柯文哲说他想要就可以有，就也是要先由陈时中那边来分配嘛。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怪柯文哲吧，感觉他有点小无辜。当然这牵涉到很多政治立场的运作，或是整个政府的运作，对，所以剧本就这样写，当然就要演啦、啊。不是都这样吗？就是都有一套套的剧本，一直写一直演啦、啊。当然就是要照上面写的，然后下面就照演啦、啊，不然那个风向就带不出来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哎呀、啊，有护航都还剩300万剂，那没护航不是整个库存通通都淹没了台北市吗？对啊，我的看法是这样啊，我的看。到底哪里可以打高端？好 ，Coco 姐好，因为我对她印象不错。骂得好，请 Coco 姐，到底哪里可以打高端呐、啊？没有啊，人家都有疫苗可以打，为什么高端没有？对啊，好奇怪哦。要打就一定要打，给人家打得到啊，不要随便讲讲嘛，欺骗老百姓。OK。对。所以你也想打高端？我已经打过了，我没有打这个。我自己我还没轮到，我还没有轮到。那有考虑要打什么厂牌吗？打莫德纳。OK。第三季选择什么？莫德纳。本来也想高端啊，因为真的是不好找不到。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很多民众都认为哦，高端剩300万剂没人要，哎 ，Coco 姐要打就尽量去打吧。